在经过漫长的攀爬之后，你到达顶峰的时候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就是哇，风景太美了，成功了。如果那种感觉需要一个家的话，它就在帕洛斯福德牧场的 Crossroad 3807号。这是国际建筑师 Joe Osiado 对于家的设想，五间优雅的卧房，六个半浴室以及客房。这间房子坐落于超过海平面1400英尺的安静地带。在这里，我们可以俯瞰到的景色从马里布到太平洋，从灯火通明的洛杉矶市区看到海边港口。在一层的客厅里有玻璃壁炉，还有非常特别的无水水族馆。在餐厅里的餐桌两边摆放着赏心悦目的装饰品，家里还有一间小型画廊背对大门，面向令人叹为惊止的景象。滑动门可以将餐厅分割成两个休闲区域，这间是充满书香气息的小书房，还有壁炉。另外，书柜是由著名意大利设计师设计制造的。这个小房间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你可以看到双面壁炉，自动窗帘可以让你掌控这一览无余的感觉。厨房是这个家的中心，同样可以看到城市全景，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高端橱柜，专业的厨具。在早餐区的旁边还有一个干净有条理的厨具储藏室，这里的视线仿佛让你看到了全世界。楼下是一个水疗区，而健身区配备了高端豪华的维嘉健身器械，健身之后你还可以来享受一下天堂般的身体按摩。自动铝制玻璃升降门可以让海风轻轻吹进，慢慢吹走。泳池和温池都是太阳能加热的。休闲区还有一个小酒吧，还有可调温的酒柜。你现在看到的是独立出去的客房，它还带有铁木天台。这个小客房配备了卧室、浴室以及全套的厨房，你可以发现你自己就很享受这种待客的感觉，就像你可以站在高高的看台上观赏整个歌剧表演一样。乘坐电梯，我们来到三层的豪华套房。毫无质疑，这间是整个房子最顶层的一间，专门制定的床头和床头柜环绕在一张 Linea 床边，打开法式双开门，你看到的就是这样惊艳的景色。随着这个三面透明玻璃的壁炉，我们就来到了豪华的卫浴间，这里装有绿宝石色的大理石、石板瓦片、双人尺寸的按摩浴缸以及玻璃墙面的淋浴间。那这座房子最好的观景位置就属这间顶层豪华套房的全玻璃墙飞机驾驶室，你可以在这里读书，也可以静静沉思。当然，在云雾缭绕的情况下，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在飞机的头等舱一样，但是哪里也不如家里好。这里就是你的家， Crossroad 3807号，一座建筑界的奇迹之作，一种生活在顶峰的感觉。美国致电424-241-0333，中国致电182-2173-4212，或者电邮至信息@住在加州.com。